在台湾的美籍人士丹布隆在台湾住了十几年，偶然的机会听到了河洛语罗兰，也就是感谢的意思，觉得太美了，所以决心要录下一万人说罗兰。Lola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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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感谢你，Lola，Lola。Long time ago， 你的阿妈、你的阿公 will say 感谢 Lola， 现在比较少，你不知道。就在半路拦人，这里是嘉义市闹区文化夜市，为了录音，他希望民众停下脚步。小朋友听不懂没关系，不过大人知道之后呢，很配合他的录音。罗兰，好厉害！One more time。罗兰，好厉害！罗兰，罗兰。这句罗兰，他还改编成歌曲。谢谢都是爱情罗兰。他今年62岁，来台湾15年，美国波士顿大学毕业，在中正大学兼教英语课。他的生活还真的很融入，买饮料都要跟店家说罗兰。罗兰，罗兰，罗兰。在收集录音的过程，他也发现很多年轻人都不太会说罗兰。小姐，现在罗兰比较少，台湾小朋友听不懂，听不懂为什么？没有人讲，没有人讲。听不懂。没有人说。哦。很少人说。为什么？大家都说谢谢啊。因为外籍人士这么爱台湾的语言，民众也觉得很窝心，忍不住要跟他说一声。罗兰，加油！民视新闻郑荣文嘉义市报道。